主料：猪肉150克，土豆200克，胡萝卜两个。辅料：油、葱、黄豆酱、水淀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煮辅料：猪肉、土豆、胡萝卜、黄豆酱。把土豆去皮洗净切丁，用清水浸泡5分钟，洗净淀粉，沥干水分。把胡萝卜去皮洗净切丁，猪肉切丁，加适量水淀粉，抓匀上浆，热油放入土豆丁中，小火炸至熟透，捞出备用。再放入胡萝卜丁，炸至熟透，捞出备用。把肉丁放入锅中，用小火将其滑熟，盛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炒香葱花，放入适量黄豆酱炒香，放入备用的肉丁炒匀。把胡萝卜丁、土豆丁放入，旺火翻炒，可以加少许盐补充提味，炒匀即可关火，出锅装盘即可上桌品味。烹饪技巧：一、也可以不放葱花，成品菜肴会更好看一些。二、喜欢色泽重的就多放一些酱，不放盐，反之就少放酱，用少许盐提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